Tens of thousands of demonstrations erupt across China each year, driven by anger over corruption and the illegal sale of communal land. Most protests fail to make an impact. But in 2011, one village defied the odds. Wukan's villagers rose up, demanding the return of their land, calling for their leaders to step down after decades of corruption. Amid a crackdown, activist Xue Jinbo died in police custody. But Wukan achieved the unthinkable,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leaders.村委会的那些以前的自保组织呢，还有反正做两什么的，都在这边有好杂别墅，老百姓基本上做一个农民，把农田把他们给屯了卖了。我自己投啊，投了自己的一票。村民给我们的权利，我们要不负他的期望。我们也在未来工作，希望他们给我们支持。 我们收回来的土地，第一宗是古学民，有1700多亩；第二宗就是，富永江资产，它里面有6000平方米；第三宗是封禅实验区，把土地先要回，然后供职。 只有走这条路比较直径，也比较现实。电啊、水啊、交通啊，还有生活上的纠纷啊，还有我们的渔业问题啊，这些人口啊、计划生育的这些都是要做的。 开工，他就挖断了水管，这附近就没有自来水了。那条老的管道，因为分流分支比较多，所以到我们这边的话，自来水很短缺，3-5天就经常停水，饮用水。因为我们这个地质问题嘛，抽上来的水是无法饮用的。这条管子给换做加工了。因为这几天都下大雨，又没办法开工。 现在就有人，就是他们会同派出所的人在那个南海在海运酒店里面吃饭，然后就说到武汉事件，领导量这一些到这些房子可能是。
听声音领导，让领导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听得出来，因为我就武汉事件之前认识的人都很少。 端午节，所以大家都没上班。但是手机不能关的，你手机关了，人家打不进的那个。我们做工作呢，有埋怨过，也有泄气过。我们也问过我们自己，我们值得吗？我们这样去付出、去贡献，牺牲的是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包括家庭啊，包括自己的一些经济情况等等。 村民的心声，目的就是为了土地，土地的事情有一点点拦截的，他没一下子没有看见，这村民就看不见结果，他的心里就着急。 那这些围墙啊，这些围墙就是他们在这个收房土地当中，算是收回来没有办理国土证，强制性收回，我们不能进去，比如说耕田或者是种树，就是这样子停在这里，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字，一个拆，就是村民想把这些围墙给拆掉。 他们就是把这一大块地都给围起来了，我们也不能使，我们也现在还没使用这些地，很大的一块啊。这里就是富荣真资产配套的一座别墅楼，他们作为残展的生活区的，然后现在是被他们。 被他们转卖了，他们把这个土地的权属转卖到其他人手上，这个是属于武汉村的，所以现在是陷入到官司当中，说是政府处理是收回，还包括那边的富荣真资产，然后现在都是在打官司，还没有结束，所以现在后面会怎么样还不清楚。这里也是被涂上这些字，然后他们这边也标明了方向。
然后这里算是收回来，但是就是一样围墙是不给拆，我们也不能在里面种植，就是停滞在这里这块地。中国百分之八十是贪官哦，看不看看到差不多一年多了，这土地还没有还。那古代中国的、啊、全中国村民呢、啊，都要要求中央啊，这对农民的公平。 最痛苦的是武汉村民了、啊，说要还武汉，那围墙不同意武汉村民拆，这里怎么原因呢？这原因不知道什么，还不懂村民不懂，这中央政府啊，这怎么的，怎么解决的我这农民的事业，在普通话说。<笑> 明天就是9月11号，村民们他们都有一个自发性的，就是想组织到村委会里面去向村委，质问现在武汉的情况和土地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必须就看好村里，就不要让这种情况，就太过于严重，然后影响到村里所进展的工作。 原来的村委会，就村委会他们那些人在组织，还有他们还联合外面的黑社会人员在组织这个情况，但是就是这些人已经就是被控制下来，问题是很多的村民是自发性的。我50天，挺胖的。 大部分时间，我们除了工作时间，下班的时间还要与群众走近距离去沟通，解释一下，交流一下。比如说，这个村民的一个矛盾冲突，有时候调解到天亮，甚至有一些因为家庭矛盾纠纷。 啊，发脾气了怎么样？我们要去帮助寻找啊，等等。明天又要上班要开会，啊，确实累了，消极了，还遇到一些不理智的村民，是吧？真有时候自己捶胸口，真是自己有时候还哭出来，真的。 其实像网上都是这样，啊，平平静静的，这样多好，是吧？工作再忙再累，回到家看到小孩都觉得很欣慰。 做父母的一切都是为了小孩。哇，那也别钱了呀！要搞么？搞么？我看我做父母的，他们啊，我也是为，然后十三组，啊，我妈我也是在呀。 这段时间我在想。 到底要不要这种民主？哪一套体制，哪一套机构都是有一定的一个毛病啊、弊端存在。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啊，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在做群众的事情，啊，就可以深深的体会到群众，他往往他们的一个想法。
看法往往是不符合这种逻辑的。今天就来看他们说有土地，看他讨回来没有，我想种一点田嘛，因为现在房子都没有。是主任现在无对你做了讲冲动的事。郑信，陈伟华做了一件工课，收回了三千万亩土地。当时，咱的要求，黄河、乌坎的土地，错综复杂。无有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无法基本解决的。你比如，我只有材料，往来的村委会，若搞三年，让半个月每天半个月用的时候。已经基本上买着，你看这个，总总算算我三千万人，发到每人登去的四百万，这是出卖乌坎土地对的阶段。我有一句话，刚在吐槽，我给今日买一包加点药包。入国家的三地是无个，爱做到相互沟通，
相互谅解，互相体谅，就像咱个主体民族都实现了。老板是几方位的？老板，请问？你瞧，你做不做这个没用啊？全是他们，全是他们。现在呢，还给我们的没为什么没有到货？什么熟浆？没有熟浆表。黄说黄，那要用上水来说黄。他说这是我们乌克兰的土地，强固给那个，他拿去那个拿我们乌克兰人的土地去银行贷款。现在的这说这些土地这是银行的，这政府骗人的，那土地还给我们，现在一年一点都没有还。腐败，打倒腐败贪官，还我土地！打倒新的腐败！好啦，哎呀，干嘛呢？我们这边呀，我们这边打不着仗。哎，我们这边打不着仗。哎呀，我们这边打不着仗。但是我交代的，爱讲理啊，当时爱讲道理，算讲理也无讲道理，也唔对手过来。看人民啊！大条个下底好，为乌含做事，好唔成真，好唔买我条，你第二把来见嘞。如落去地上得呀，老村委得呀，村霸得呀，人家大量的土地打领来，地上个称。台湾警察，我们这帮人啊。傻瓜来的，做村委会干部啊！如果有头脑的人啊，精明的人不会做村委会干部了。说力不讨好，我们把脑袋拿回来为乌港共享，农家都不买我的账。我赚1700块，这我赚多了吗？我就打鱼还不止1700块，我还在晚上加班。就是搞得这帮当官的这帮来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电话也是受监控的。那些当官的人，反正他也不管农民百姓生活怎么样过，他不知道的吗？要做好每一项工作，付出特别大，特别大。